我有朋友，我有师父，我有爱人。当初我以为我有全世界，却原来都是假的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。你命中还有一劫，一旦遇上，便会厄运缠身。师父的意思是，杀无赦。我身怀异象，总会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。我东方玉清一定会回来，娶姑娘为妻。花千骨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是有把柄在我手上的。师父，有小骨一直陪着你，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这就是拜尊上为师的代价了。为了能去绝情殿，就要失去朋友。我恨花千骨，要不是你，我才是尊上的徒弟。生死劫逃不了，花千骨必须得死。你居然为了求胜动了杀机，为师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大胆花千骨，定是混入我长留的魔境奸细。我真的不是奸细。姐姐，你好美啊！姐姐是我见过最美的人，就是胸小了点。我警告你，在我的七杀殿中，花千骨他可以随意进出。既然他连生死劫都不放在眼里，那就不要怪破天大罪缠身而上了。如果我不是你徒弟，你想要娶我吗？口口声声说什么天道为重，长留为重，你就是这么重罚吗？他中的是古元鼎炼制的毒，没有解药，妖魔神仙没一个能逃脱。叶秀君说，天下之大，只有盐水玉才能解师父的毒。就算是大受我的血，我也一定会帮你把解药找回来。你的血是解开凶魔的最后一道封印。如今洪荒之力现世，必将危害天下苍生。你欠我的，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。杀了我，为何要让我这么绝望的活着？莫要让花千骨变成如今的我，就是要你身败名裂，生不如死。全力缉拿花千骨。或许只有关于花千骨的事，你才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情绪。他若知道他在你心里的这一点不同，却是死也瞑目。